曹植《洛神赋》中有云：单纯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睐，夜抚成群。这句诗拿来形容 C 罗的前女友伊莲娜，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俄罗斯盛产美女早已不是秘密，而伊莲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作为俄罗斯顶级超模，她五官比例堪称完美，眼神深邃，肌肤瘦滑，双腿修长，身材不若欧美女子那般丰腴过度，却也是凹凸有致，风情万种。出身贫寒的伊莲娜有一半的蒙古血统，这让她看起来异常的性感与迷人。2010年，在被《男人装》杂志评为世界百大最性感女人第十位的同年，她与总裁相识于一场著名时装品牌所举办的活动中。自此，一代情场高手 C 罗不再流连于名利场的各种肉体中，而是乖乖臣服在这位超模的石榴裙下。这对金童玉女频繁地霸占了各大媒体的头版，情种 C 罗也仿佛为这位角色女友收了心，想要与之携手走向婚姻的殿堂。然而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没有走向童话般的结局。2015年1月7日，他们正式分手，结束了5年的恋爱关系。21世纪足坛最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就这样在遗憾声中落幕。